слышен голос в шите, ее есть труд цай борщи. Крянчиши и косы, и есть пути вообще. Твоя лоцу есть сурдай пацу, а я шей на ты давно.
谢主。是的，我们一起来唱。将你的光照亮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在你面前毫无隐藏，打开我们的心，我要看见你的国度就在这里彰显。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心，
夫妇敬拜他，我们夫妇敬拜你，喜在今在以后永在，唯有你是全能真神，坐在宝座上，坐在宝座上。瘸腿的再一次起来行走，瞎眼的要得看见，
主啊，这是你乐意为你百姓所做的事。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再一次更新恢复我们。主啊，我们相信神啊，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每当我们来到你面前敬拜你，神啊，你就再一次更新我们，再一次提升我们。主啊，让我们重新与你连结。主啊，我们真的是巴不得像诗人所说的，每天住在你的殿中，直到永远。主啊，盼望我们的家也有你的同在。主啊，我们的职场也有你的同在。主啊，不论我们到哪里，你都与我们同去。哈利路亚，谢谢主。主啊，让你的恩高，让你的能力，主啊，赏赐在我们的身上。主啊，好让我们进入到世界的时候，成为光，成为盐，成为人的祝福。哈利路亚，谢谢耶稣。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主啊，来到这里，心意更新而变化。主啊，我们每一天寻求你，主啊，我们就重新得力。哈利路亚，谢谢主。最后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用主祷文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吧，我们再一次将掌声归给神。好，邀请弟兄姐妹依然跟我站立一下，我们要来攻读神的话语。今天有两处的经文，一处在使徒行传9:10-22，另外一处在马太福音的28:16-20。好，我们要一起来读神的话，使徒行传的9:10-22，请。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对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了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在你来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掉下来，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吃过饭就健壮了。扫罗和大马色的门徒同住了些日子，就在各会堂里宣扬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凡听见的人都惊奇说：在耶路撒冷残害求告这名的，不是这人吗？并且他到这里来，特要捆绑他们，带到祭司长那里。但扫罗越发有能力，驳倒住大马色的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11，往加利利去，
到了耶稣约定的山上，他们见了耶稣就拜他，然而还有人疑惑。耶稣近前来对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愿神的话祝福弟兄姐妹，我们请坐。他整个故事好像读得不太清楚，不过就是在说他信主之后他的生命很大的改变，他改变了跟孩子的关系，改变了跟父母的关系。那么他其实自己有很好的工作，他是个包租公，他有很多房子在出租，根本不用出来工作，但是为了神的荣耀，为了接触更多的人，他就出来做中介。当出来做中介的时候，我问他说：“你为什么出来做中介？”他告诉我说：“他就是要接触人，把福音传给人。”我听了一下，就觉得很感动。有弟兄姊妹会选择这种工作，然后每天都想说我要接触人，把福音传给人，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我鼓励各位在你的生活当中你应该开始思索一下你跟神的故事，你是否改变了，你是否成为家庭的祝福，你是否那感染力跟影响力能够进到你的职场里面，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常常去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对你的生命是有帮助的。我看到整个在读整个教会历史的时候，当耶稣来了，他呼召了门徒。其实他呼召门徒之前是跟门徒同住的，跟门徒住在一起，这个门徒就跟他住在一起。那么约翰福音书的第一章就记载门徒跟他住在一起，然后马太福音书的第四章他开始呼召这些门徒做全时间的门徒，他挑战他们说你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那么耶稣开始训练这些门徒，让这些门徒也能够去传福音，那也能够去行神迹。所以耶稣在教导他们的时候，第四章开始就开始记载着耶稣怎样的医病赶鬼，所以耶稣的名声呢，就从加利利，然后底佛加利，直到犹太直到耶路撒冷，很多人都涌进了加利利要让他祷告。这是一个风潮，这种风潮是一种感染力，这种感染力。可是我们大部分都会知道，耶稣不是走在一个宗教的路途的人，宗教没有办法去救人。我再说一次，宗教觉得没有办法去救人，宗教只是在教我们怎么做，教我们怎么活，它有很多的条文，很多的规定，教我们怎么做，教我们怎么活。其实信仰的本身是人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经过条文的一种规范。这种信仰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人跟神之间的故事，所以我相信你坐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你跟神之间的故事，这种故事你必须要诉说。那么耶稣就是因为把爱传达了，然后把神迹行了，跟当时候的法利赛人，就这些宗教家所看见的所教导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把他钉十字架。把他钉十字架之后呢，他死而复活，就教门徒要把福音传遍整个从哪里？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去为神做见证。这些门徒在耶稣升天之后呢，就开始领受圣灵的充满。他们蛮有能力之后，他们领受圣灵的充满，在他们蛮有能力之后，他们开始传福音。你看彼得在第一次的布道会，有3000个人悔改。耶路撒冷有3000个人，第二次是5000个人，整个耶路撒冷在两个布道之后被翻转过来，是为什么？是因为那些门徒充满了神的能力，而且开始布道之后，耶稣的时代被这些宗教家迫害，当这些门徒圣灵充满之后布道之后，他们也同样的被当时候的祭司、法利赛人、文士开始迫害他们。你知道在破坏的当中门徒们就开始四散，在迫害当中，圣经在像使徒行传第8章，他们被迫害，他们就跑到向外面跑，
跑离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除了使徒之外，就所有的门徒都向外跑，跑到撒玛利亚，就在那边传福音。当斯蒂凡被杀的时候，有一个门徒被杀之后，也很多人就四散，也就向了欧洲开始传福音。这些火热的心就在他们的心中。弟兄姊妹，我一直有一个看见，就是基督徒在破坏当中，你仍旧要很火热。那你一定要很火热，在喜乐当中，你要很火热。我最近在想说，到底台湾教会有没有被迫害过？你知道，像澎湖，他会开始是有一个牧师叫做甘伟廉牧师 William Campbell， 英国人。他到澎湖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在西屿登陆，然后呢，他站在这个庙前开始传耶稣。有人就知道他在传耶稣，就回家就把那个粪便拿来把它泼在身上，然后呢他就停下来，然后去洗一洗，又回来又站着，又开始布道，开始布道，人家要跟他泼什么，又泼粪便，你知道粪便之后他又回去洗一洗，然后又回来布道。他就告诉那些人说，那个粪便浇在你的菜上面，菜会长大，你泼在我身上，我洗一洗就不见了。如果有人泼在我身上，我就走了，我就不再回来，你知道？因为我为了福音的缘故被打了一次。一个姊妹从洛杉矶回来，她问我说：“很漂亮一个女人，然后进到教会，然后那个时候是9:40，我10:00礼拜，我在一个地方安静，然后她就进来说牧师在哪里？我说你要找牧师干什么？她说我要找他啊，我看她很漂亮，所以就很主动的告诉她就是我。然后她就拿起那个包包，你知道，一直打，打完了以后我都莫名其妙，我要跑到坐在椅子上，要站起来真的很难，要跑出去真的很难，所以我就坐在那一边让他打，打完了以后我说，一直看着我，然后一下说出话了，说不出话来，我就问他说，是什么事情啊？他说你跟我们教会祖先拜要烧掉，你会跟我陪你去做一个生活，我哎呀惨啊，我不知道，我是也跟你烧的，人家说你牧师，你牧师跟你，我说是啊，你去跟他烧掉你不知道吗？我问一下好不好？伊讲你烧了，搁假，安尼要搁拍哦，哦，足怕呀！我讲姊妹，你让我问一下好不好？我就叫一个，那个时候不是现场在烧的，如果现场烧就好做了，你知道吗？他找个姓林的，叫林献堂，你知道不是林献平。然后我就去问一个长老，那个长老有啊，我们去啊，啊，他们就信主啊，我们就跟他讲说要除偶像，就把偶像全部都除掉了。我说你有同意吗？他说那个时候没有问他呢，就把他烧了。弟兄姊妹，从此以后就跟弟兄姊妹说，人家烧偶像的时候请他签一个意愿书，你知道吗？不然烧完了他要怎么办，你知道吗？哇，他就要我做一个给他，而且圆形的，原来的形，我也知道原来是什么形，我也不知道。哇，我就开始跟他讲啊，我们基督徒在，对不起，我们在不知道有这个事，不过信主我就开始用20分钟的时间跟他讲说，信主之后祖先要交给耶稣，但在天堂就不用再拜了，而且所有的基督徒所有的祖先都在天堂过荣耀的生活，他根本不在冰冷里面，不在地狱里面。他跟他们说干什么，我说有什么，他说要问什么，我叫你去问耶稣。他那一天就安静了，就安静到不行哦。然后呢，我说我现在飞机把你可以再跟我一起吧，他说我直接去等你，他不进去，我出来以后他还坐在那里等我，等我以后呢，我就再跟他吃个中餐，然后完了以后他就跟我说，李牧师，你哪有赢来洛杉矶叫他弯刀姐，你知道吗？哇，这个是变化很大，我也曾经被破坏过，你说 我知道今天还在被破坏，这故事不能说哈。OK， 那么你看看教会都在破坏中长大，你不要怕被破坏。而且 我也一直看见今天的基督徒，今天的基督徒你应该要想到说，早期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热忱，他们来到台湾传福音，到底过去的基督徒对台湾有什么帮助，到底有什么大的影响力。你可以看到北部的马偕医院，他是马偕医师来到台湾，马偕医师来到台湾是因为他有使命，对台湾有使命。为什么他有能力来到台湾，是一个教会的主入学，加拿大的教会的一个主入学，
小孩子的奉献支持他来台湾做宣教工作，有没有厉害？你知道我们圣餐奉献，我们每个月做一次圣餐奉献，我们都把它放在哪里？放在我们教会的宣教用途，给加拿大，你知道吗？给澎湖，然后给哪里？给台北。我们在做这种宣教的工作，所以 我相信像马先生在台湾的时候，我相信他一直带着那种很大的热忱。那个时候台湾很落后，他来了，他带着一种热忱来。你可以看到像我在读彰化基督教医院，一个叫做南大卫这个医生，他来，他是爱丁堡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他带着一个使命来到台湾。到台湾的时候，他娶的老婆就来了，然后在那边行医。他一面行医，他的太太就坐在他的旁边唱歌给病人听，读经给病人听，叫病人信耶稣，有多美？你看看哦，我再说一次，医生在看病，然后呢，太太在旁边唱歌，你知道？所以我今天就想到说，哦，你想一想，杨医师看病，然后青苗在旁边唱歌给人家听，有多美一件事，对不对？然后有一天呢，有一个小孩子叫做周金耀，这个孩子在1927年，这个孩子他的原生家庭非常的贫穷。所以就他的889卖掉，卖给一个人叫周毅，卖40块钱。卖掉之后，人家很爱他，但是也很穷。但是有一天他跌倒了，受伤，那个皮肤一直没有办法弄好。他们用的中医没有办法好，练法术也没有办法好。所以有人叫他说去看那个阿东啊，叫做南大卫。他就带着周毅就带着孩子叫周金耀，然后到医院去看这个医生。医生再怎么服都再怎么治理都不好，那个时候医药不是很发达，但是皮肤他的太太就是这个南大卫的太太读到一个书说可以换肤，这个南大卫医师的太太说是不是切我的皮肤去连他的皮肤可以服好了？哦，这个南大卫心中真的是很难过，怎么可能切自己太太的肉跟皮肤去服一个小孩子的皮肤？但他太太为了爱，为救这个小孩，他愿意这样做。所以到最后，这个南大卫南医师就把他太太用麻醉药把他全身麻醉之后，切了皮肤，切了肉，去服那个孩子的肉。这个故事真的是很精彩，你知道吗？很精彩。结果服下去以后，孩子腐化掉，因为白人跟台湾人的肉总是不一样嘛，起了这种不好的反应。但是这个故事，我问各位嘛，你愿意把你的肉切下来去服在别人的身上吗？这是不是一种福音的热忱？你看这种福音的热忱帮助蓝医师，他在68岁的时候回到英国，他太太得到英国女王的勋章，为什么？为了爱。我在想说，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想过说，在你心中有那种很火热的爱去爱人。其实信仰的本身，宗教信仰的本身，不是在做一个拜拜，说神啊你保佑我，你看顾我，不是在做这个工作，这是属地的工作。其实最重要的问题是，当我信了耶稣之后，我知道神的恩典就在我身上，他的生命就在我的里面。我无论遇到什么事，我都必须把神活出来。我要活出神的恩典，我要活出神对我的呼召。神对你的呼召是什么？就是要你完成使命，让你的灵魂可以得救。最近有一个弟兄刚刚要来信主，我就问他说：“你最近好不好？”他说：“哦，林牧师，我最近很不好，经济很不好。”然后我到了那个南投的指南宫去拜拜，我拜了几次也没什么效呢。我最近想说来拜耶稣看看会不会有效。安尼吼，我讲，你去拜掉嘛？伊讲都有，大家好人客人啊，大家拢讲有效啊吼，那个人我无效安尼啦。我就跟他讲说，如果10000个人去拜拜，10个人讲有效，大家都会怎样？就会去拜拜嘛，干不讲呢？对不对吼？所以会人挤人呐。他就一直问我说：“林牧师，我问你一下，拜耶稣会不会有钱？”我说：“拜耶稣不会有钱，不过耶稣还要。”不是有钱而已，耶稣是要你有命，而且要你的命啊！以后按来买啊！我这个世界上的人啊，他们都想用世界上的方法来拜神，其实不是的。
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其实想过说，神这么样的救我，神这样的恩待我，神这样的医治我，神这样的祝福我的家，我是不是应该把自己就摆在神的面前？你可以看到保罗是个杀害基督徒的人，他是个宗教士，法利赛人，是一个当时候在一个非常出名的教士叫做马加列的这个名下的一个法利赛人，他破坏基督徒，杀害基督徒，到处抓基督徒杀害他。可是在大马色的路上，就是他要去大马士革大马色的路上，神的光就光照他，他从马上跌下来，然后呢眼睛瞎了，然后他就进到大马士革，有一个亚拿尼亚就为他祷告，他眼睛就开了，他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就见状，从那一天开始他知道神的恩典，神的呼召，他开始放下自己的生命，他不怕艰难的把基督不断的传开。当他信了耶稣之后，在大马士革开始见证主耶稣的时候，有人就想杀他了。谁想杀他？两方面都想杀他。当时候的宗教人士，犹太人想杀他，还有一种人基督徒想杀他。为什么呢？因为认为他是假的，没有人都要理，没有人理他，也想杀他。所以他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大家也怕他，怕他就是间谍，你知道吗？只有一个人叫做巴拿巴接待他。这个巴拉巴接待他，然后呢你知道巴拉巴不止接待他，当代的教会有一个教会叫安提阿，当他大大兴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派巴拉巴到了安提阿。当巴拉巴到安提阿的时候，他想到一个人叫做保罗，所以跑到他的故乡大树把保罗找出来，从此以后保罗就成为一个使徒。今天如果没有一个巴拉巴把扫罗找出来，今天整个历史的教会就完全不一样，欧洲就没有教会，欧洲的教会大部分都是保罗去建造去传的。你知道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到底遇到多少困难？你看一下这种困难到底有多少。我们都很幸福，我也很幸福。你看一下看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的地方，我常读这些圣经来安慰自己啊，你知道吗？我心中不快的时候就读这些圣经来安慰自己啊。你看一下哈，我们一起读看看来，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他是说这些门徒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更是这样哈。来，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受监牢，受鞭打过重的，是冒死，是屡次的。再来。被犹太人鞭打五次，每次40下减去一次，被棍打了三次，被石头打了一次，一早船坏三次，一昼一夜在深海里。再来，你看了后来，又屡次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弟兄的危险。再来，安有可怜吗？受劳碌，受困苦，都是不得睡，又饥又渴，都是不得食，受寒冷，赤身肉体。再来，除了这外面的事，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天天压在我身上。有谁软弱，我不软弱；谁跌倒，我不着急。你想一想，这个保罗在传福音的时候遇到这么多困难，有领钱吗？没领钱，新人要钱而已。他自己租帐篷，你知道吗？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就受这么大的苦难。每次我在受苦难的时候，我就以他为荣，我就学他说：“主啊，他受那么多苦，我才被打过一次，你知道吗？他被打了很多次，而且是鞭打。有一次我在读到保罗去传福音，他被石头打死嘛，把他推到城外被石头打死。他的门徒要去把他扶起来要去埋葬的时候，忽然之间他自己装起来，你知道吗？要复活了。”我就想说，有一天我这样被石头丢了，然后在复活的时候多神奇。可是想一想，还是不要。如果被丢了死了，那没有复活是多可怜的一件事。那弟兄姊妹，你看那种福音的热忱就在保罗的里面。他讲一句话很重要。他说：“我不敢违背天上的意象。第二样，我没有传就有灾祸。为什么呢？因为他里面充满着什么？那种福音的热忱。”今天因着保罗的出现，整个历史改变。其实基督教历史有两个人是最重要的，一个是耶稣，一个叫谁？叫保罗。这两个人就是改变了整个教会的历史。
所以 我在想说，你有没有想过说，今天你是个福音的传承者，你有没有可能改变历史？今天早上陈毅在讲他的见证的时候，我就觉得他的家被改变了，被更新了，有没有？他的家被改变被更新了，他的家变成一个福音之家。你有没有发现到像赵雍基，他在住院的时候，一个高中生跟他传福音，因此这个高中生跟他传福音，他信得住，整个韩国的教会改变，韩国教会改变。你有没有发现到像在我们的故乡，有人向我阿公传福音，我爸爸信主了，我信主了，你有没有觉得说整个历史改变了？你要觉得你很重要的，你的热忱，你的生命的能力，你的影响力，你的感染力一出来的时候，你是会改变历史的，你是在历史上很重要的人。你从来没有想过，你都讲讲讲啊，感谢主，耳朵主，是我家，是我请，是我欠钱都没还。我知道了，真的很多基督徒欠钱都不还的，我知道。对，很多人欠我钱，要记住要还给我。我在想说，怎么我们都这么软弱？你不知道你所扮演的地位是一个福音历史性的地位，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去发现到说，我很热诚，我每说一句话都很重要，我每做一件事都很重要。所以我鼓励很多基督徒，我一直鼓励很多基督徒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活出蒙召的恩典，要活出蒙召的形象，活出蒙召的生命，而且要活出什么蒙召的能力。你应该把那种整个生命都要活出来，你会看到神迹奇事会满满在你生命的当中，你会看到很多的生命，很多的神迹奇事就在你旁边。昨天早上有个弟兄来找我，他送我那种什么骑士，那种以色列的骑士，还有枕头，还有抱枕，这样还是我送我杯子。那一个姊妹很热心，在做些东西在送给在卖啊，他就买来送给我啊。他跟我讲一个见证，他说哇，他几个月前哦，这个肾脏都很痛，痛到不行。那么呢遇到我们教会一个沙拉，一个什么丰恩啊，就跟他讲说来参加他们的礼拜一的祭坛啊，他们有一个祭坛，然后在一个在一个那个卖房子的地方有个祭坛，然后他们就开始在那边赞美神敬拜神，你知道吗？在赞美神敬拜神，你知道他说那个他们跟他涂膏油的时候，涂在肾脏这个地方涂膏油的时候，他整个都是热的，然后就发现到他被医治，他被医治了，哇！他感觉到这个是个沙拉这个不是青菜沙拉那个沙拉，就是沙拉，还有风温，他怎么大的能力啊？你知道吗？哈，对不对？哈，哎，我就觉得，当你愿意摆上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能力在你生命当中，哎，所以你怎么不相信有神迹就发生？他要告诉我说，有很多人手痛，去祷告之后手就不痛了。有一个中午我们在吃中餐，有一个姊妹就跑来跟我说，她本来手很痛，到了沙拉那边一祷告，她的手就被医治了，你知道吗？所以你们以后生病就找沙拉，人死了就找沙拉，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对，他越来越有能力。那我在想说，当你在想说我要传福音，我里面是充满影响力跟感染力的，我里面是充满爱的，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阻挡我去爱人，任何一个力量都没有办法阻挡那个神的生命从我身上流出来，任何力量都没有办法阻挡神借着我把神迹奇事发生在世上，任何一个事上都没有办法我在创造历史。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你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人，你不要一直在沉睡啊！主啊，感谢赞美主，我今天摆的已经足够了啦，我这边喏，有一天你会知道被安在你的脚膝上面。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跑到澎湖打个电话给我，跟我说：“很平，我要来朋友去读啊，你有得朋友，我讲我有。”我被送上，我带着全家，我的太太，我的两个孩子要去澎湖游泳。我说你来啊，说那个你的楼上，你住的楼上那个，我住在一个冈维岭纪念馆，我住在二楼，他总共五层楼。他问我说三楼、四楼、五楼有没有人住？我说你们可以来住啊，我叫那个佣人把你整理好，你可以来住啊，也有冷气这样。结果他来了，我们就热切的招待他。他说去游泳，
他游泳，你知道吗？我说好啊，我带你们到观音亭去游泳。我说等一下哈，我在楼下我开车载你们去。他跟我说不用，他们要用走的，因为他只有两公里，他们愿意用走的。结果呢，这个牧师呢带着他师母带着他两个孩子的时候，下来的时候吓了一跳，他们换泳衣，你知道吗？这个他小女儿又穿着比基尼，你知道吗？啊，牧师穿着一条泳衣，然后就走出来，然后四个人走啊，我穿短裤，我又不敢，我不好意思说这又不是夏威夷。然后他们就四个人就，我就带着他们四个人向观音亭一直走，沿路的人就一直拍手，你知道吗？他就跟人家这样摇。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真的非常的不好意思。他跟我说：“宪平阿伯，你都叫阿伯，澎湖要观光就要穿这样。澎湖观光做不起来，就是没有穿这样。连你都不敢穿这样，澎湖怎么会有观光？对不对？”我讲的他真的有理了哈。我真的就这样去，然后又回来说，又另外一群人拍手这样。我开始都觉得很害羞，但是因为他跟人家摇手，我还要不要摇手？我还是在摇手，你知道吗？结果我这个事情到最后，县长来找我，问我说那一天来穿泳衣在走的那个是谁？我跟他讲，这牧师，一共有机会叫他来做我们的代言人。OK， 那么呢，那天晚上我请他吃饭的时候，问题来了，他跟我说：“你做传道人，这个牧师问我几句话，你做传道人有热情吗？”你来这里几年了？我说三年了。有传过一个人吗？你是教会的牧师，你是这个教会神派在这里面的经理，你有好好管理你的教会吗？我说点点，一个问我一个问题，一个这个问题问下来很严重，你要诚实回答我。我说好，你一个月领多少？我说我1982年、1984年，我一个月领3万块。你说哈？我做老师一个月领1万2，你一个月领3万。他说好，你最重的。他跟我说，你这样怎么能够建筑？一个月领这么多钱，怎么能够有一天能够建筑？恩赐越大，神要你的东西越大；祝福越大，神要你的能力越大。我再说一次，你不要以为现在主在祝福你，你要知道，神所给你的恩典祝福，他一定是要你配上那些恩典跟祝福。所以我常常提醒自己，我罪很重，你知道吗？所以我就猛控欠，我怕我有一天是神说你太多了，你都没有做工，我就把一直减少，一直减少，我一直减少，你知道吗？弟兄姊妹，我意思说，你应该出来知道神给你这么大的恩典。你曾经想过说，神你给我这么大的恩典，我怎么活出恩典？你是不是常常想说，我真的是一个改变历史的人，我可以改变一个家庭，我可以改变一个社区，我可以改变这个社会。我曾经这样的想过，说我应该把影响力这样的发挥出来。所以我在想说，弟兄姊妹，我们的教会应该是要开始很大复兴的时候了。有没有想过说，因着你，台湾这个地方有一天会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因着你，有没有想过说，你所居住的地方因着你得到很大的祝福？有没有因着你，人家一生病的时候就会想到，哎，来找那个教会的那个阿嬷凤仪，不是莎拉，有没有？或是你社区的人都想到说有问题会找你，你有没有想过说我会成为社区的希望，成为人的希望？真的把爱活出来。我再说一次，把感染力活出来，把你的影响力活出来。你在想我现在的老人要送啥？你不可以向老人传福音吗？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教会一个弟兄，他名字叫高明，不晓得多少人认识他，他以前都晚上来礼拜，叫高明。高明呢，他有一次穿了一件衣服来，变成高明牧师，多了两个字叫牧师。我就跟他讲说，哎，高明啊，你怎么会变牧师啦？他说：“林牧师，你是牧师，你是神的门徒，是牧师。我是神的门徒，我可以自己称作牧师。所以他的这里现一个高明牧师，哇！我觉得就啊，
说说给啊，就反正他自己自称牧师嘛，哦，你们也可以写说你是自己牧师，没有人会否定的。然后我在一一写呢，哈，我怎么标那个叶冰霞呢？啊，讲文言的，我想啊，你是不是在做牧师啊？啊，佮读个佮戆戆，你知道啊？我咧该讲的时候，牧师啊，不不，我讲你为什么想当牧师？他说：“我现在没有事做，我每天都去传福音，都去分福音单张。”我说：“啊，福音单张在哪里？”他就拿给我看，拿了一叠，他到处去分。我说：“我大概去想讲，这老人信耶稣吼，我跳楼了。”这是我们的想法。有一天呢，有一个弟兄进来了，晚上进来礼拜，我就问说：“弟兄，你第一次来吗？”他说：“是啊，啊。”有什么事？他说我要来敬拜神啊。他说你怎么想来？说有一个牧师介绍我到这个教会，啊，说我如果有问题呢，可以到这个教会，耶稣会替我解决问题。这样，我说哦，啊，是谁替介绍你的？他说高明牧师。我真的被他打败了，弟兄姊妹。一种这种神智常常不太清楚的人都可以为耶稣做见证，何况你神智有没有清楚？我发现到你讲到这里的时候，你们就感觉到要昏睡，然后假装不清楚。所以我在想说，我一直想强调说，其实你是一个在神国里面，你是神的儿女。跟我说一次，我是神的儿女，大声，我是神的喜乐。我是神的荣耀，我是神的冠冕，我活着是有使命的，我活着是要为神而活的，我活着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我是改变历史的。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我再问一次，有没有可能？那就不上线了。所以我在想说，啊，我们这些要改变历史的人不能软弱，然后每天都要喜乐。很多问我说：“牧师，你有没有问题？”我说：“每天都很多问题，怎么会没有问题？每天都很烦。那种打电话进来，不是为了偷钱，就是为了买。”我这个礼拜很奇怪，这个礼拜真的很被祝福。有人打电话来要回这个他过去的奉献。他说品茂跟他做错了，你知道哈，但是我们给他收据，也给他，他也拿去报税了，然后他也要回来拿钱的哈，啊，有人一大早7点打电话开始骂我，你是林牧师吗？我说是，你是长老会吗？我说是，你是长老不是台独你知道吗？我说知道，你在传什么福音？我说比较远，你知道哈，骂了什么20分钟，我就跟他弟兄，你可以暂停一下，我要去祷告，哟，那你祷告以后你再打给我。我怎么敢打给他？你们干嘛莫名其妙每天都有很多的东西在试炼你，那你必须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搅完了之后变成什么能力，变成喜乐，变成 gas， 你知道，变成生命的动力。弟兄姊妹，不要看到灾难，不要看到问题，看到神的恩典与祝福。请仁义来带我们唱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唱，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救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
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爱你，他能救你，耶稣永远爱你。我们站起来唱这首歌。耶稣爱你，耶稣爱你，在你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永远爱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耶稣救你，在你身边盼望就是耶稣，他能救你，救你脱离罪恶权势，带你进入光明。让你进到一个光明的国度，让你活出耶稣的生命跟形象，让你生命中充满神的大能大爱，也让你充满的影响力跟感染力。弟兄姊妹要相信，耶稣救你是要让你成为一个历史的创造者。你要改变你的家庭，你要改变你的社区，你可能会改变这个社会。你要跟神说，神啊，我是你的喜乐，我是你的荣耀，我是你的冠冕，我要活出使命，我要大大的活出使命。赞美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同志们，我希望你把你的右手放在心中，再次的呼求耶稣。哈利路亚，呼叫他的名字。当人家呼叫他的名字的时候，天上地上地底下都会服务在耶稣的面前。当人家呼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你里面就会充满了爱神的热情，你就会把这个热情神的恩典收在人间。愿你每天都诉说神的大能，诉说耶稣跟你的故事。感谢赞美神，阿肋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救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因着你救更多活在痛苦、被压制、活在病痛、活在苦闷、活在绝望中的弟兄姊妹，让很多人的历史因着我们而改变。天父祝福所有的弟兄姊妹，
我们每天都在工作，每天都在劳碌，我相信你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你每天都跟我们同在，而且把恩典福分都浇灌在我们的家中。我们把这些恩典，把这些所收获的金钱奉献在你面前，这是我们对你的爱，也是生命之爱。愿你接纳，也愿你加倍的赐福在我们的家，让我们家丰盛有余。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准备再次跟隔壁人请安一下，愿主的平安妈妈跟我们同在。请各位站起来，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主啊，我神，我每逢举目观看你所说着一切奇妙大功，看见星宿，又听到隆隆雷声，你的大能遍满了宇宙中，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何等伟大！我灵歌唱赞美，救主我神，你真伟大。我们来大声呐喊，齐声哈利路亚！愿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满满与我们同在，从此时此刻直到永永远远。Amen, Amen, Amen。各位朋友，在礼拜结束之后，我们待会儿呢还有真情相遇的节目，这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生命的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继续收看。亲爱的朋友们，谢谢您再一次收听由天桥教会所播出的《天桥之音》真情相遇节目。在这个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在主内非常多的弟兄和姐妹们，他们一起来这个节目中分享在神那里所领受到的祝福，以及他们如何遇见神的精彩的故事。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见证他荣耀奇妙的大爱，让我们一起与您真情相遇。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再一次来到真情相遇的时间啊，我们的来宾乔峰以及陈琳传道在我的邀约之下呢，赶快再接着再录一集啊，因为他们两个是在中年相遇的。然后我们的陈琳传道呢，经过了两年的祷告，也跟神有一个很明确的这个请求，上帝真的是超过他所求所想的，赐给他一个好夫婿。那今天我看到他们做联展也是充满了甜蜜，一起来。大家可能会讲，人前可能都很甜蜜啊，人后是怎么样呢？我想没有一对夫妻是不吵架的啊，婚姻里面有非常多非常多可以学习的事情，所以我们赶快来听他们分享，好像一副要挖人家八卦的感觉。没问题啊。那我想要请教乔峰哈，刚才你有提到，就是说，你不断的形容说他的爱融化你，也让你启发了你这在艺术方面哈，对这个勇气，让你可以分享你心里哈对生命的感动。那这个很可爱的祷告了两年好的这个美女啊哈，她刚才上一集有提到说她是拆地雷的专家，到底什么地方会踩到你的地雷啊？
这个在节目中讲无罪，坦白从宽。这个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就是我是离婚了大概20年的时间嘛哈，但是。那么我对女性的话一般来讲是比较排斥的，我不会去主动接近女性、哦、那如果女性来接近我的话，我也会有一种比较难看的脸色给她看，所以会造成这个样子。那所以女人很危险这样还是女人是唯女子不是，我就是不会去主动去接触女、哦、接触女孩子，有点可怕就对了。虽然说我有一段时间是在中介业服务、嗯、那中介业的话就是这个各方面都比较不好一点，所以他们这个这个方面的话就是我会去比较会筑一道墙在我的心里面、哦、那心里面我然后在行为上面我也会表现出来，嗯，那所以就是跟女孩子方面的接触当然就会少，很少，很有界限，很有界限，对，那个界限我是立得非常清楚的。是，那么在遇到陈琳以后，我就是跟陈琳的那个7小时的交谈里面，那个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哦，还有发觉说，他的各方面就是在无论是引导人谈话了，或者是说，在这个心里面的这个沟通方面，他是很足够的。那这一方面是我比较缺乏的，所以就是很多的部分我是需要他帮忙这一块、嗯，因为我这一块在情绪上面的表达或者是情感的表达我是不足的。因为是理工直男，然后我又去不去跟女孩子去接触，嗯，所以会形成我一个人际的障碍，嗯，这样子。那这3年里面，陈琳这样子不断的，在我们的沟通当中，他不断的拆我的地雷，我也知道，我现在自己知道自己的地雷在哪里。本来你有地雷，自己他都不晓得，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对，是是，然后所以这样一拆了以后，我自己也了解自己人际方面的沟通有哪些障碍了，所以我现在也了解了。有了解的话，我就会比较就是敞开我的心，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我在嘉莉莉这边也学到了很多的这一个沟通的技巧，然后还有就是牧师的医治释放，还有这一个他的这个什么沟通各方面，哦，这个对我帮助也是很大。所以就心一打开以后，向着神打开以后，其实神给的恩膏是蛮多的，嗯，这样子。所以在这一次的摄影展里面呢，就是我祈求上帝，就是说在所有的人来这边看展览的时候，求神给我一个爱的恩膏，是让我呢在这个跟所有的来宾在讲述我的摄影作品的时候，能够把这个爱的恩膏呢就留给所有的来听我讲这个作品理念的所有的人，这样子。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你们一定要来亲自来听我的作品的阐述哦，是，这个是很重要的。好，改天可能还可以再采访好那个你带着你的作品。然后呢，就一边说明一边来录，这样子哈、哦，把它发行出去的时候，会让更多人可以受到的爱，对，真的很棒、嗯、哦。所以那陈琳，那就换你讲喽，换你讲说这个在婚姻里面，好，这是你求来的好夫婿，是，那你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又怎么拆地雷 ？OK。这可能要3天3夜，真的、哦、所以我们是我浓缩精华版。好，OK。其实像地雷他不晓得，因为认识我是拆管的人吧，所以我知道各种地雷。对，比方说地雷是炸人的，对，是我们拆的人才危险、啊。对呀、啊，对，所以一不小心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没关系，我真的是那个死而复生，这样子常常重生。像比方说开始，乔峰他就主动拥抱他，他是僵硬的不动的，然后不会就是你会觉得你在会觉得有些受挫嘛，一定会，哎，怎么没有回应这样子、嗯、可是呢原来是他不习惯，他不会，哎，对，不会，不会，所以要就是要教导。 嗯， 嗯，其实拥抱也是要教导的，爱是需要透过学习的。 是那到后来现在他会主动抱我，哎呀、嗯、这个就真的是太开心了，
孺子可教也。对对对，非常受教，感谢主，感谢主，从神来的这样一个智慧，其实就是很重要，就用他的语言，用他理解的回路思维的模式来跟他沟通。这一点真的很要跟很多很多的女性朋友还有太太们，我们不能只讲我们想讲的 no, 我们要讲他们想听的好，然后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今天他谜底大拆解。所以要顺着他的回路这样走，他最后就说嗯好，是可以，对对，不然会短路。对呀、啊，一定会短路，学怕的，然后就两个都是哇，就这是给我们就是一个智慧哈。对对，不是讲我们爱讲的，对，是要讲他爱听的。对对，用就是同理，然后就可以接纳。所以我说，我把这个七年来所学的这个婚姻谘商的功力、毕生的功力都用在我们俩的婚姻上面了，而且非常有效。非常有效，感谢神。你训练了多久？你训练了多久然后再用在自己的婚姻上？七年吧。七年哈。对对，非常非常的值得，非常值得。对，原来神都为我预备好的。是，所以我想很多人他很多的牧师啊哈，还是这个咨商师啊，他训练了很多都是在帮助别人，可是你们造就在自己的婚姻上，这是最棒最棒的哈。不但帮助自己好，然后还就是我觉得周遭也帮助到很多的很多人会看到你们的见证哈，甚至也带给很多大龄姊妹们盼望跟希望。是，他们本来觉得可能就会单身了，独身一辈子，可是我们两个很有这个婚姻祝福祷告的恩赐。我们结婚之后隔一年，一位65岁的姐姐，我们小组的姐妹她也结婚了，也嫁得很好，就是也是神为她预备的很合适的另一半。然后我们在祝福的一位国外的一个姐妹跟弟兄，对，我们为他祝福祷告之后，他3个月寄了那个结婚证拍照给我们看，我们觉得哇不可思议。是，对，所以带给很多人盼望。因为你们得到祝福也把祝福分享，是白白得到也要白白的给出去，太美了。因为就是相信然后盼望，然后最重要就是有把神的爱要活出来行出来，这样。感谢神，真是很开心啊。陈琳传道在上一次的采访，就是楚云牧师的采访，他陪同哈的时候，那个是圣地之旅嘛哈，然后你们一起去回来采访，到现在大概是三年多的时间哈。所以呢我们感受到就是一个未婚的姐妹哈，从这里出去，然后带着一个非常幸福的婚姻回到这里来接受这个采访跟录影哈。那我想请在节目的后面几分钟呢，我想请两位来跟我们观众朋友哈，因为这一集显然就是一个幸福婚姻的一集啊，来给我们朋友们一些勉励跟祝福。我们先请乔峰吧。对呀、啊，他是我的头。其实我觉得说在婚姻的生活里面彼此都要敞开心了哈。那因为我就是心的方面不够放开，所以在很多方面刚开始经营婚姻的时候的确是有蛮多的一些障碍在。那不过在陈琳的这个引导之下，我也逐步的把心这样子打开以后，全然的去接受他给我的爱，然后我也回应他的爱。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彼此的互动就越来越进入佳境了，这样子。所以我就是勉励所有的男性的观众朋友，如果说你的这个婚姻的部分的话有这样的情形的时候，你就敞开心来，然后让神先进到你的心里面来，然后对你的配偶来打开这样的心，那这样的话彼此就能够有一个基督以基督的心为心，大家彼此融合在一起。谢谢。所以你现在很幸福对吗？是的，要一直幸福到永远。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幸福。好，那陈琳传道的也给我们的女性朋友们一些勉励。我想分两个方面来讲，一个是对于未婚的姐妹们，其实就是恒切祷告，好，要常常喜乐，然后就是不要灰心，恒切祷告。但是祷告不是妄求，因为有很多的姐妹她们就
来问我说，哎，怎么样祷告？我说你先把你对神你的条件列出来。好，这样列了。如果对于那种都是世俗价值的，哎呦，要车要房要什么什么的，很多的身高啊什么的那些，我会帮他们做调整，就是先把神放第一位。好，然后其他的我就要做适度的调整，是不是求神的国与他的意义吗？对对对，神就把一切你想的加你，对呀、啊，所以会做调整之后，我说就是这样子祷告。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一样自己要把自己预备好。嗯，我觉得机会真的是给预备好的人。当我们自己还也许我们的个性，也许我们的很多的地方还不够这么稳定的时候，即便神为我们预备了对的人，但还是会离开。好，我有预备的适合的人、嗯、我们也看不到或是相处不了、嗯、所以自己的预备非常重要、嗯、当说这个时机点神都知道，神知道什么时候是最适合的，那就会把对的人带到你面前。我非常的相信这就是一个印证，对的人就到我面前。虽然那时候我自己还没有很 OK， 就是看不到但当神打开了我们属灵的眼睛的时候，就晓得啊，原来弟兄就在旁边。因为有牧师讲过，天父爸爸很爱你，他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要保护你、照顾你、跟你同心同工的人。我就还说没有，身边没有这种人。是，对，所以把自己预备好很重要。嗯，那对于在婚姻中的女性朋友们，其实婚姻真是需要学习，相处需要学习的，尤其跟另一半，因为这个男人女人是完全大不同的动物，那个思维逻辑是完全不同的。那么有一个比方说爱的五种语言，我觉得这个用在我自己的婚姻上面很有效。那同时我们也用了很多的，就是鼓励很多的那个姐妹们在家里面一起这样子来试试看，确实有效。就是对另一半的肯定跟赞美的话语，这一点，比方说像我做菜的时候，他就没有说什么嘛。我说，哎，你不要赞美我一下嘛？他就说谢谢。我说谢谢不是赞美，能不能赞美我一下？他就说我不会。他说，他就可很可爱，问我说咳咳，那你希望听到什么？他就是直接是我说，你就可以形容说，哇，这个菜颜色真漂亮，这个味道真好。啊，这个就是用一些具体的形容词来形容，所以男人是可以教育的。好，那他当然赞美之后，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就会很爱主。好，所以都是互相，其实这是很需要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赞美、被肯定、被鼓励。当除了从神来的，对于人也是很重要的。那我们可以帮我们的另一半，好，我们先付出，先做。不要一直要求对方要如何如何如何，我们就自己先做。那第二个语言呢？对，第二个语言呢，就是有就是一个精心的时刻。嗯，好，他们通常都是老公玩电脑啊，或者看电视啊，我们在旁边讲话的时候，他如果不理我们，我们会觉得非常不被重视，好，甚至是被忽视。所以精心时刻很重要，就是两个人的，可以五分钟、十分钟、十分钟没关系，可以真的是眼对眼。好，心连心还不一定了，好，之后才会这样的互相的一个交谈，这是精心时刻。或者说一起去买个东西散步什么，这都是没有被干扰的情况下。然后还有一个爱的服务，就是像我就很需要爱的服务，这样的一个行动的人，就比方说如果他乔峰愿意倒垃圾、洗碗，他做这些事情，或是帮忙洗衣服、丢洗衣机，我就会觉得哎，好棒哦，这是我需要的。好，这个爱的服务。那再来还有就是一个爱的一个肢体的语言的触碰。好，就是比方说勾勾手或牵牵手，或是拥抱一下，或是亲吻，这个都 OK。 肢体语言真的是不要忽略，那尤其亲密关系也是很重要的。好，不可能无性夫妻你说要多么的幸福，这个就是中间还是有一些要可待商榷的。那第五就是一个爱的小礼物，精心的小礼物，不用钻戒了，房子车子不用，有时候一朵花或是画张图给他，对，都可以。所以就小小的，可是
就是送礼送到心坎里、yeah. 哈，这样就够了、嗯、所以在这个当中我们可以看看检视我们自己做了多少，好，如果一到十分自己做检视表，然后看看对方，就把我的我觉得最重要的就列表下来一二三四五，然后把对方你觉得对方需要的你也把它列下来，然后请你的另一半一起也这样做，然后会发现天哪，我做了这么多、哦、不好意思，我做了这么多居然他都领受不到感受不到，我做牛做马这个老公啊什么老什么老奴啊，这样通常都夫妻是这样子的，嗯，因为你没有坐在那个点上面嘛，是你做了99分，对方可能感受到1分甚至负分，但是当如果你做到对方要的那个点上面一分、哦、感觉到99分加起来就100分，太好了，好，所以这个蛮重要的呀，所以我们听到了，即便是一个电机博士在爱的学分里面还是要怎样慢慢的学习啊，是，对不对？对对对，太好了，要永远都要学习，每天都要学习，很棒，对不对？也给我们的观众朋友能够知道说婚姻以及爱真的是需要学习的，要下功夫的、嗯、是的、哦、好，那我们来说一下你最喜欢他什么，一点只能讲一点，虽然有100点你讲一个哇，要只能讲一点，因为太多点了只能讲一点吗？对、嗯、应该说你最喜欢他对你做什么一点，这样好了，这样也可以，他对你是我的磐石，我的依靠，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哦，最希望他带给你的那个安全感，他带给我很大的安全感，很好。觉得除了属神的，然后还有属事的这样子的一个，很像磐石一样。我觉得丈夫对你的这个安全感，其实他就是属神的。哎妹，对对对不对？那你最喜欢他哪一点？我最喜欢陈琳很热情、哦、这个热情实在是无人能敌啊可爱、哦、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从他们两个的采访里面哈，我们笑声连连，我们心里也觉得好温暖啊，我相信爱就是这样子啊，在我们每天里面哈，让我们的心里就是这样温暖又开心，没错、嗯、谢谢，爱的真谛，对，爱真的很久忍耐又有恩慈，对，谢谢你们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兰花姐，谢谢兰花姐姐，谢谢，让我们跟我们的观众说下周空中再会哦，拜拜，祝福大家，祝福大家。